苏白衣正前往学宫，相信白龙白鹤会把他带回来的。这是去学宫的必经之路，以苏白衣的脚力，一个时辰必到此地。好，我们先引起来。终于快到了，师父，等我成了君子，就去救你。这不是给你取鸟吗？来了，不是正主，那也别动。这怎么有根羽毛啊？这羽毛当扇子不错。快舍了帽子呀！我的浮生最懦弱的形象。不能舍，好样的！这树杈，相信苏白衣快到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跑路，咱们再坚持坚持。去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不来？还等吗？他应该已经偷偷进城了。追进去，钱塘深处一穴宫，穴宫深处有如圣。惹不起，惹不起，先撤吧。徐州城了，走反了。钱塘城有鬼，两个白鬼，飞了，飞了！神经病，滚开！哎呀，一个是羽毛变的，一个是树枝变的，两只白鬼嗖的一下就飞走了。白鬼、羽毛、树枝，这不是白龙白鹤吗？看来这儿也不安全，我得尽快去学宫。